跟彭于晏是父子，他合作《六台王飞鸿》拍太极，每次见面都叫家回爹地，不管是工作上面、生活上面，他一直是我一个很好的家人。知府是从小到大带他出生的，香港律师界嗰种师徒关系系。是这么多徒弟里面师傅最欣赏的一位。我们两个是朋友，非常好的朋友，合作过很多不同的角色，有大量的一些继续交流，跟他这个默契在一个新的合作里面还是会产生新的火花。你不要再放了，你干嘛合作拍戏，十八十九岁的时候就认识了，13年。大家都喜欢一起骑车冲浪，他们家开餐厅，回去他家吃饭，就都一直很要好的朋友。在里面打了半死，他都不出手，就其实这家伙不太靠谱。整个话题里99%。都是我以前的共事的同事，我们是训练班的同学，他在戏中跟他合作的时候很容易投入，也不会给你压力。一个电视台的时候，八哥已经是洪小生，我还跟着他跑过龙套，没想到那么多年以后，今天又可以碰到八哥。他们给我很多力量，特别有感觉。他跑出去的时候，我在慢前面；我跑出去的时候，他在慢前面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 OK 啊 ？OK 啊。喂，我唔得啊，嚟。嚟多个啊。得。呢个得唔得？得啦。OK 啊，嚟啊，第二个啊。两个男人的感情。跟老朋友对戏，我觉得真是很高兴。虽然时间短，都好珍惜嘅。